20日晚间，有一位朱一龙的粉丝在微博发文，表示自己作为一名一线医生，即将投入武汉肺炎的治疗与防御工作中，自己很害怕，但是又必须装作成熟的样子冲在一线，给患者活下去的希望。他表示希望朱一龙能给予自己一些鼓励。随后朱一龙在粉丝的微博下评论鼓励道，加油，辛苦了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才能帮助更多的人，十分暖心。非凡娱乐实时报。